性格差很多，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尝试。当我跟我的朋友讲说我会来这个配音的时候，他们你确定？然后我说我配的是一个大反派，然后你可以吗？你的声音本来讲话其实声音就不是很浑厚的。他说这样人家会坏蛋会怕你吗？我说哎，导演教得很好，他带我入戏，他就告诉我那个场景是怎么样，你应该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什么啊。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我在当初在录我的唱片的时候，繁华弄起班啊什么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洪明他就告诉我他想要的画面是什么。那可能我拍戏拍比较多，所以呢我就马上有一些画面，然后有画面之后我就我情绪就出来。所以我觉得肢体语言对我们的语言是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加上导演在旁边教我，我就试试看啦。然后试试看之后，其实我还没看过哎，整个那个完成之后我还没看过，但我也很期待，我很期待。我朋友都在讲，你确定可以吗？新美就讲，你会很大声骂人吗？你的大声我也不是没看过，没听过。我说嗯。的确开始真的有压力，但是他应该也没看，我也没看过了，我也期待成品。那梅凤姐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变色龙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性格？变色龙就是他想法非常多，而且他可以让他的表情瞬间就变得很不一样，就是我戏里头都没有演过像这样的角色。所以他有一点，我就说变成大反派，然后他心眼很多，城府很深，然后呢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小小，就是那种来的怎么样，然后自己情绪超多的。方便示范几句？进去看啦，看了就知道啦。就是有时候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然后对方没有站得很好，我就会说对，进去看好了。害羞会害羞哎，但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很有感觉。还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台词啊，或是哪配到哪一段就是觉得最有印象的？就是要自己要忽然间就是发飙狂笑啊，自己这样真的在录音室有点开始有点拍摄，然后就试一次两次之后，导演我也比较熟悉了，我就把他想要的完成了。现在叫我有点拍摄。美凤姐，你有参考什么样的角色？参考什么样的卡通人物吗？或者角色这样？就试一下一些朋友，可能他们在讲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他们个性上的表达，啊，我就看了就会有一些画面，比如说皇太后的话就沙莉姐。他就是很强势，然后讲话的时候就 key 很高，很有威严。然后如果要讲那冷言冷语，然后酸的话，我就想到曹希平，你这个丑八怪之类的。就他们各有各的强项，我尽量。美凤姐会不会就录音录一录，会觉得有点人格分裂？因为有时候有点疯狂。这就有时候跟演戏一样，刚好演到一场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戏话，就是会那时候的情绪会走到那个剧里头。可是我是这样，我可能出来之后我停顿一下休息我就 OK 了，可进录音室我就把自己某些东西放开，所以就跟着导演走就对了。非常谢谢陈导演。那
给自己打几分啊？这次的配音，其实最少应该有80分吧。哦，其实我从来没有过的。那我想再加上那个剧情跟动画所有都这么优的话，我觉得组合在一起应该会比我在现场录的时候应该会更好。嗯，那喉咙有怎么保养吗？就是为了这一次配音。嗯，就是尽量睡饱一点，然后呢尽量学着用丹田，平常都不太用丹田，就学着用丹田讲话，就口气就会不太一样。你没有特别的话，就是那美凤姐，就是您就是保养得宜，然后很坚强，就是大家说哎，美凤姐为什么可以保养这么好，然后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我觉得年龄是个数字，年轻我们自己决定，所以在于自己的心态。然后我很容易接受很多造型师帮我做的造型，我很乐于接受。我想就是因为我这样子才会给造型师量很大的空间，也因为他们愿意帮我尝试不同的造型，才让我能够在演艺圈试自己。就希望观众能够看看有些不一样，我也鼓励有些首领的女人真的可以做做自己，爱自己，只要你觉得这样舒服自在过得去，有什么不可以。啊，粉丝说就是短发造型撞脸王心凌，自己听到我开心。她很可爱啊，但我出道比较久，应该不是我像她吧。那她本来就长很美，那造型我就做的东西难免会一样。我有说过，我们俩会有一点雷同很像，就是可能我们都很喜欢拍左脸，所以他会这样子。那仔细看，当然还是不太一样。他那么年轻，那么甜美。美凤姐也是。你真好，爱你哦。谢谢。美凤姐，可以问一下说，这一次是参与就是好莱坞电影的配音，有没有对进军好莱坞大荧幕有什么期望这样？我说那个去拍电影啊，接受外国的邀约。我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哈，把就在台湾，也感谢很多的观众朋友给我很多的机会。我应该怎么，就像我 FB 好了，我从十几个人、二十几个人到今天刚好破80万，那对我来讲，我就在台湾发展，我没有到，就像很多偶像，可能台湾、香港、大陆各地，所以他们的粉丝是几百万，是就是几率很高。对我来讲，在台湾我没有买粉丝业，我也没有，我这样经营到像，我都觉得很谢台湾的朋友对我的疼爱。更重要就是媒体的一些年轻朋友或是资深的，有一些是以前我看过，从来他们还爸爸传播，然后还没当妈妈的，还没当爸爸，现在都还是在这个圈子打拼，在这圈子工作。我也谢谢大家给我很多的机会，由于你们的耐心跟包容跟报道，才让我能够呈现的东西很多人看得到。所以呢，能有这个80万，也就是很多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，每一个人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。美凤姐，想问一下说，你平常喜欢看动画或卡通吗？这次来帮忙配音，有没有觉得回到童年的感觉？对，以前呢，就是小时候喜欢看一些卡通片啊，然后呢，应该是说我隔了一段时间都在演8点档，然后像你在看动画，你说哎，现在好多，太进步了，太进步了，现在连大人都很爱看，所以我也因为这样，我也很爱看，我哥哥、我小家他们都要来看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对方很烦很那个，然后我就不能安静的死一死嘛，那个音跟整个就要稍微不一样。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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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呢，首次参与呢好莱坞动画的配音工作。那我们平常美凤姐的形象哦，是比较谦虚哦，比较温柔跟随和的形象。
谢周边，还可以啊。周边，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一定会有更漂亮的时间。挥个手，挥个手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在这两边的一块。周边要别挥手。好，周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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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这个角色呢，一定要有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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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谢谢各位客工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现场的这些朋友，谢谢。对，请大家麻烦你先站在我们的后面。那我要戴口罩。好，没关系。要不要换座记者？我们这个非常的幸运，也是刚起点早上就来排队了，等非常久，非常欢迎进到我们欢迎座里面。好，谢谢我们运动。然后我送你海报。啊，不然他看我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第二位来，记者们再办一下话。好，祝大家好，大哥，我们拍这位，然后我们可以移驾到那边了哈，谢谢。等下，等下会绕一圈，会绕一圈。熊猫。
好，来看一下左边的镜头。OK， 好。右边，蓝天。